鱿鱼。欢迎来到。原来是晚豪辅助，嗯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啊，10块！全军出击！先杀 ADC 啊！你胆子够大！给我加血来！点他！哎呦呦呦，痛！来一波几何扣，哎，我要是个贪身就好了。哎，晚豪交没交闪现？有人知道不？呀，这人扣不到。哎，抠一下。我怀念虚空的黑暗。晚豪上来就交闪了，是吧？交没交啊？到底打半天。哎，我操，交个屁呀，交啊，净在这扯犊子。真能扯犊子，你打他，没有技能呢。漂亮 ADC。闷交没交闪，跟我来了一句，晚豪上来就交闪了，那这个闪现哪来的？我一寻思，这小子就带海克斯闪，上当了。一下晚豪，一打把这抠一下，恶心你！几何抠？Yeah.
这技能可不太好中啊，这鱿鱼的技能。哎，中了，哎。哎，致命点烟，哎，哎，真不太好中啊！我还抠不着你了，这 ADC 他太后边了，确实抠不着，算了，不抠他了。我们就主要还是抠这板豪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死了，真菜呀，我都没掉血，不好意思。别闪了，拉倒吧，死定了。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正好差点吸地。不得，我决定直接法穿海啊，这鱿鱼。跑得快点，鱿鱼！哟，这卢仙可以啊。快点打红卢仙！跟我在那里绕圈儿来，哎呀，没事啊，问题不大，扣一下，走位，闪现，上当了，哎嘿嘿嘿。哎呦，我这马豪跑的他妈这么快，跑的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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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了，这马豪跑的真快呀。回家了，回家吗？不回家吧。看你的了，卢仙，正好给我来个遗失的章节，挺好。男兵没补着，我看见了。
这螳螂挺烦人呢，给乌迪尔气坏了。气完了，给这乌迪尔。啊？婉豪跑得那么快呢？哎，为什么我会加速啊？我溜，抽一下！别！哎呦我！哪有加速？有加速啊！行进速率，对，才想起来。这婉豪跑的太他妈快了，移动速度能有500多。技能放不着，跑太快了。Dominating. 俺俩直接把这一血塔拿了，可以。我们先扫掉这个眼儿，滋啦，龙没了，靠！这卢仙可以啊，哇，这卢仙，俺们家这卢仙 Q 一下，赶紧推，推完以后我们继续啊，高地没了。回家了，来一个蓝莲汉的苦楚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美甲窃魂卷，哎，那鸡我打死没，那鸡，哎呦我这卢仙怎么死的，死了吧！婉豪有闪现啊，小红姐。跟我中路对狙，小伙子，还真不是，我说你还真就不好使。没死啊？为啥没死啊？
一看到板猴就是想闪现，你知道吗？不给他闪现的机会。哎，应该是开盾了，我们。这怎么都走人野区来了呢？在这等一下啊、哦！没人可以活着撑过初步阶段的测试。左边这位置应该是有眼儿，我们把这眼儿给它排了。这里再插一个，真眼儿的话插这儿吧。下半段视野已经被我们全部点亮了，但上半段视野那就不行了啊。等一会儿啊，这咋这老些人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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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一下 W E W Q 一下闪现滋啦，卡莎呢？好了，卡莎。为什么有清兵规则了呢？呀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咋没看见呢？我是眼睛花了还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他在右边这个地方我没看见吗？我刚才看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没瞅着。来个美甲窃魂卷吧。小龙又没了，没没呗，那没也没办法。把对面视野给他们排干净，追踪是可以的。 Q 一下，谁死了？这卢仙怎么死的？呀，后边后边卡莎，我帮你堵他们。哎呦我，不得不说卡莎这英雄属实是行啊。
在这等一下，有可能守株待兔，兄弟们别急啊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你在这点什么玩意儿？你有什么好点？你点啥？你点个什么东西呢？你有什么好点？那眼儿看不见，眼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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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你感觉他能看见吗？这眼儿不打了，卡莎在右边呢。兽灵行者估计是够呛了，这把怎么感觉又够呛了呢？知了，打死了一个蜡儿，还行吧。来个冰杖吧。对面居然不打大龙，我没想到啊。来呀，没事儿，哎，再打一波就行了，别说话了，无非就是团输一波，这也比较正常，人家也不是傻逼，不可能波波你团都能赢吧，那不拿下了吗？那基地不推了吗？对不对？别怕，团没事儿，来来来来来，团没有关系的。对，我视野给他们做好，这里可能有眼儿啊，小心点。对呀 ，WE， 走打大龙的，哎，这直接打大龙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先死了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我们把大龙拿了，小龙我估计够呛了，他们百分之百是拿下了小龙。不要再打了，下边再打吧，要不冰杖咱先不要了，咱先来个鬼叔，或者是法穿棒怎么样？我先来个法穿棒吧，我直接一手穿透。那冰杖太贵了。不过冰杖确实得要。因为下一波是我们团战转折点。下一波只要打赢了，那就很好打了。知了，直接中推呀！那螳螂死了。
对狙，我好像对不过他。那螃蟹往前顶，走，哎呀我操，我交个闪好，哎呀没舍得交闪，你知道吧，我想走位躲掉的。没舍得交闪，可恶啊，应该交个闪现。那卢仙怎么每次都扫你呢？卢仙，滋啦！闪现 Q， 一打不完溜。拉尔有点肉，而且跑得太快了，没滋了走。美甲窃魂卷归零了。来拿个蓝 buff， 对，我们这团战一定不能死啊、哦！我们这团战死了，没有 AP 虚区了，那拉尔打不动了。老喜欢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老吵啥。哎呦，痛痛痛！好重！滋啦！把我杀了！把这拉尔杀了，这拉尔。杀个拉尔，拿个小龙嘛，一波费点劲吧你们。走吧，活了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呀，美甲窃魂卷下边给扔了，不要了，换个冰杖出完，我们出个猫的就完事了。打掉没？没打死。
谈呀。找机会失败了，不是他们家一个杀人，这就别去了，这都打完了，这还去啥呀？算了吧。我知道我不是刺客，我是不是刺客？刚才他们家这位置没视野，我在这蹲人也没有问题，只不过我旁边没有队友。我是不是刺客也没有问题，别逼逼了，行不行？讨厌死个厌了都。本来这无敌人逼逼刀逼逼刀，这螃蟹逼逼刀就烦了。治了。聚聚，下一把啊！不行了，这波打没了就够呛了啊！看来还是不能玩这种鱿鱼这种东西。在后排打虚虚没用。放屁！啥呀？放屁！我没点逼数，自己什么定位不知道？我知道我自己什么定位，我的定位不就是可以把你封掉吗？还能没逼数吗？